我们特地从意大利找了一个700年的酒庄的一个很知名的红酒，我们也是组织了货源也是很感谢班列的这个运输速度在过年前我们到达了成都。红酒以外，我们主要还是应这个春节考虑到大家可能对这个比如说这个洗护类也，所以我们准备了有这种去油污的一些洗涤剂包括一些那种植物成分的那个洗洁精还有一些可能比较有节日气氛的糖果、饼干、巧克力。我们红酒可以通过秒通关的一个形式，半个小时就可以从我们的保税仓到国家馆，是很方便的。然后，综合班列运输的一些大件的一些商品，像我们的一些意大利的家具、沙发，然后地板，然后乳胶漆这些，我们通过这种跨境电商的这种保税模式的这种模式，我们可以降低很大的一部分成本。然后，销售价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比市场上要便宜30%到50%的样子，所以说其实大家在这个地方来购买商品也是非常的划算的。我们首趟的哈萨克斯坦的回程的年货产品呢，已经运抵了西安。这里面呢，包含着哈萨克斯坦的面粉、油脂，以及哈萨克斯坦的蜂蜜、糖果等等各种小食品。那么这批年货的到来呢，也必将丰富老百姓的餐桌，给老百姓过年呢带来更好的产品，使老百姓的年味更浓。